双眼，我爱你，快回到我身边。Yeah. 我嘟了这么久，不是白嘟的。摇滚男生第一人就是赵传啊！好了，我们那个时代是有很多值得记忆啊，或者这个对后来的音乐有一点发展的。可是你的高音啊，现在很多人可以跟你拼了。不能讲拼了。就是有拼媲美，所以我要赶快，还讲那么重第一次，对不对？你是要看多久？我们讲多久，他看多久，他是死不抬头。他想说你们港天的互相在那边，我们港天聊什么老天呢、啊？对不对？好，萧敬腾是很喜欢 rock， 对不对？对，那好歹不是好歹，也应好歹也应该对赵传的歌很有印象。嗯，对，有。对不对？对了，对了，对不对？是，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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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后可不可以不要第一个节目上我的？你上了五六个以后再过来，好不好？看在我们也认识熟这么久的份上，就熟悉一点。就是因为是港铁的，就是因为认识这么久才要你，所以我可以包容你是吧？好，以后不要这样对我。你觉得我会对你好，我也快忍不住了。我告诉你，来，高音拼高音，好。这首歌叫做哇什么高音的代表耶、yeah, 我是一只小小鸟1990年的作品。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不许啊，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停这里就不对，他就应该停。要从我是一只小小鸟那边开始接了。飞呀飞呀飞不高。来一下，来一下，来一下，来来来，就再来一次嘛，来再来一次，来，好吧，这是 bonus， 来来，这跟考试没关系， bonus 对不对？而且后面两个都用这一句，好不好？好好好好，第二句啊。直接副歌开始。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却飞也飞不高，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还请接。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恭喜恭喜赵传，今年奖金找到了。哎，你是也要出奇吧？那港铁比赛哦？不是啦，你以为你掌声跟那个电就可以？不是，是暗电脉。那是什么？那是暗沉哦，暗沉哦。啊，对对对对对，哈，暗沉。哎，老师啊，做脸。今天第二句就要给他标了啦。哎，你不要接歌的时候不要看自己的专辑了。对啊，哎，第二句啊，对啊。超级能进入奖金挑战赛，还在那样。他的第一次出现，让我们眼前为之一亮；他的声音让世界为之震动。他是 Mr. Rock 萧敬腾。2009站上小巨蛋，2010入围金曲最佳男歌手，2011跃上大荧幕。亚洲新天王萧敬腾现在魅力登场，他的最爱是音乐，萧敬腾同学。好了，好，这一次好像不是单一作品哈，不是，除了 CD 之外，还有后面这个写真书。很漂亮，带我、oh yeah. 你找两页好看的，有我都好，我都好，真的。
哎，不行啦，我跟你讲，这样一听你音乐那么有原则有选择，你按哪一页都好，就是因为都好啊。哦耶，你变了。哪有变了？我哪有？除了 CD 跟写真书之外，好像还有别的作品。哦耶，是不是？有电影。电影耶，是九把刀吗？欧阳盆栽。九把刀。九把刀。欧阳盆栽。对，杀手欧阳盆栽。哦，电影的海报这么后面，所以你这个时间花的久，问题是在电影。哦，是在电影。杀手。还是说你有参与制作？啰里啰嗦。也有。也有，但因为我制作速度很快。这张有谁帮你一起制作吗？好，不记得算了。哇，你做了这么久，你居然忘记了。好，反正呢，从六月底，自己笑，好可爱。我跟你讲，我就觉得你穿着衣服怪里怪气。哎呦，整个人我怎么看都觉得呈现出一种帅 ，SM， 帅，小蜜桃跟小橘子的感觉。小蜜桃。水果哥哥啊，好，从七月陆续大家就会看到萧敬腾在各个领域的作品。对，当然今天在这里我们要看他挑战百万大歌星。新四大歌王罗志祥啊，周杰，台湾的，台湾的，林俊杰，王力宏，王力宏是不是？对啊，好，黄立行，有几题。内容都已经呼之欲出了哈，你想要选的是四大天王，四大天王，请看，他们就是罗志祥的独一无二 Only You， 林俊杰的他说，王力宏你不知道的事，你不知道的事，选三，大家就在想他要选的是王力宏2010年的作品你不知道的事。哪里？这么快啊！哭泣，哇塞，你像 Linda 撒路啊！好特别的一个，我要想一下，因为怎么会这样子呢？需不需要上一句？放心，要故意的啦。上一句要不看？对你很有信心。要看，要看上一句。你 OK 的，你 OK 的。我知道有那个倾盆大雨之类的。你又在 Google 是不是？我没有在 Google。你先凑一些字出来，我们才对。倾盆大雨我知道了。好，倾盆大雨在哪里？十三个字。巴拉巴拉倾盆大雨。哒哒哒哒哒。碎了满地。倾盆大雨碎了满地。好，这是后面的七。隔他刚刚后面的八个字哈。刚刚有刚好好像有唱到哎。有唱，你说前面几个字好像有唱到。他有接到什么？什么是不是这样？错两个字，我再帮你一次。前半段还是后半段？前半段。你的眼泪像，差不多吧，这边吧。对。好，错两个字。换一下形容词。有谁会？对啊，换一下形容词。有一个人刚离开台湾嘛，对不对？你说什么 Gaga？ 对啊。Lady Gaga。泪滴啊，泪滴，那要放哪里呢？泪滴啊，你什么要放哪里？泪滴，我不知道放哪里。你不知道放哪里？那总不会是泪滴眼泪嘛，对不对？你的是，什么？你的眼泪滴？你 Lady Gaga， 你的 Gaga， 会不会是你的？你 Gaga Lady， 你的，我的，你的眼泪。
你的泪滴，你的泪滴，你的泪滴。我等一下一定要知道谁帮你设计这个衣服的，搞得你心神不宁。你的泪滴像是这样子吗？他的泪滴。我想看哎。好，来，请看。是这样吗？好像是。还蛮美的。真的要 salute to Linda 吗？对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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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了，这时候应该要进广告，对不对？对对对对。萧敬腾终于 salute 向 Linda。达成了他这一生的心愿。答案确定，正确答案请揭晓。有什么意思啊？打打妈妈，痛好痛！不要大家都死在 Lady Gaga 上。来，接下来，对呀，哎，你平常都是黑黑妈妈的衣服，这次要这么鲜艳，到底是？你接受得了吗？可以啊。所以你也有参与吗？他们需不需要说服你？不用啊，夏天到了，好亲和哦。还是说私底下就像平常在家你都穿这样？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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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常家也不会有衬衫。对，平常更花，只有裤子跟这个皮带，只有皮带，只有皮带。在家里都用涂料涂成七彩的，直接涂料。来，接下来，我选那个。哦耶！对啊对啊，钟表对吧？钟表。钟表，欧耶，欧耶，中国历史啊，好了，欧耶，对对，欧耶，对，哎呦，撒路图，欧耶，对对，欧耶，对呀，对呀，撒路撒路，难道欧耶，对呀，对呀，就是他吗？卢广仲的三首作品，对对，哎呦，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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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种生活，我爱你，好想要挥霍，对对，要吗？怎么样？三首歌。需要中间的我爱你，中间的我爱你，需要卢广仲帮忙吗？需要好哎，需要合作一下，你可以帮我，谢谢，他可以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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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你们两个啦，对呀，卢广仲，不要以为我 BB 弹没有带来，你先闭嘴，那边嚣张，我靠，哎，对对对对，我他妈下去，来人呐，哎，你又不是人，哎。哎，等一下，这一段是不是路过了？对呀，路过了。而且观众会又把这两个隔开，你们什么意思啊？观众会不会转过来？哎，啊，这边讲到走鬼啊，那个的哎，重播在这里。哦，这么快就重播？对呀。哎耶，哎，我们要去重播了，要去搬琴了吗？等一下，传哥，搬琴吗？传哥，我们要从头录一次啊，你知道？不好意思啊，从卢广仲那里接。对啊对啊，反正他已经半弥留状态。我第一次录音，好久没录了，录的头好晕了。换一换吧。好啊，换一换。你弹，好。哎呦，他唱。既然决定了，好啊，你们可以下去了吗？可以。哦耶，下去了，下去了。哦耶，哦好。上家伙，上家伙了。卢广仲2008年的作品《我爱你》。曾经在我眼前，却又消失不见。这是今天的第六遍。哇哦！电影里的配乐，好像你的双眼，我爱你，快回到。身边。Oh yeah, o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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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九个字，请说。耶！我读了这么久，不是白读的。好好听哦，好好听哦。来看一下上一句。哇。好。好想你的双眼，我爱你，快回到我身边。九个字，请看。哇。哎，他刚刚在暗示吗？没有没有没有吗？他们两个人在，他们两个人在，他们只是在交往而已。这个答案感觉怎么样？不能讲。哎，要讲用唱用唱。对。其实，虽然这歌词是我写的，但是我现在看到这个，我还是觉得好像比较好。怎么那么烂呢？你到底是在讲还是在唱啊？而且这个答案给人家完全没有想象空间。哇塞，你好像比他熟哈。我爱你，快回到我身边。请叫你再唱一遍，强哥，这段表演感觉如何？啊？强哥说。这什么歌词啊？就这么几个，一直反复。对啊，哎，这歌词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有没有问题？没有。对啊对啊。你有没有问题？没有。答案确定，正确答案请揭晓。耶！今天可以看到这两位年轻朋友。速度的合作非常精彩，谢谢卢广仲同学，太精彩了。来，要选择的是，我们看到一个没有讲，我们刚刚没有讲经典英文洛克歌，洛克 rock， 是不是你以前有那个在外面常常唱的那些？好啊，啊，就这个吗？真的吗 ？English song， 英文洛克歌 ，rock and roll， 哦耶，哇！哇 ，Deep Purple 哎，最近才来的 Deep Purple， 他们1972年的经典作品《Smoke on the Water》。肛门索罗斯，肛门索罗斯 ，Guns N' Roses，《Sweet Child O' Mine》1987年的作品。哈 ，Eagles 也是经典 ，Hotel California 来台湾，这首就是他们的代表作《加州旅社》。枪与玫瑰，枪与玫瑰，枪与玫瑰很好听的。有。老鹰，老鹰，我其实三首都会唱。哦哇哦，点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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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点歌，点歌。要，我自己选。你选什么歌？因为 Hotel California 我当时比较可以，但可能还是不行。啊啊，就是我比较可以了。哦，广仲已经准备要帮你弹吉他了。这首你最熟，可是不是100%的把握。没错，我跟你讲，这些歌现场有一个人也很熟。哇哇，洛克之父。台湾洛克之父，耶！在睡觉，在睡觉。对，大卤面也吃了吧？精神来了吧？啊，精神一直都在。你少来！人在神不在，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精神在，人不在。怎么样？刚刚那个年轻人合作，现在应该来一个。既然想，你说跨世代的合作是吧？别讲那么。不要不要不要。没有跨阴阳两界的合作。不管是不是摇滚界的。只要在外面唱英文歌的，几乎没有人不会唱这首。这个都是国歌，国歌，国歌级的了。1976年 ，Eagles 的经典作品《Hotel California》。哎，哇，换传哥，萧敬腾，你想这一段给他唱？没有，没有，你是参赛者。萧敬腾参车已经开过去了，就算是他的炮，也要你唱。萧敬腾的 Mercedes 已经开过去，抖是在等等什么？传哥会吧这一句？我可以分他的，分他奖金。我跟你讲，讲这种话，前辈要分奖金，分多少给他？全部给你，全部给你。
需不需要上一句？需不需要上一句？要上一句。等一下，我要。现在还不能讲，我们先看上一句，好。That she called friend， 啦啦啦啦啦，对不对？想不想看传哥超级比一比？英文难不难比？那你们哎，你们不要等下全部又上来了。但是刚刚同样人马，然后赵传说，哎，怎么又看过了？萧敬腾已经 Google 完了。哎，知道答案了吗？耶 ，Google 完了。好，哎，他是有听到是吧？哎，好什么？对，好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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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一下。好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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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接下来那个字好比啦。超级比比开始，第三个字，第三个字，哎，哎呦，正在做什么？恰恰恰恰在做副跳舞。好，来 ，How they 跳舞？你好歹讲个英文嘛。How they dance？ The how they dance in t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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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where in the 那个是我不知道是什么。In the， 哇，那个字 ，in the rain， 还有两个字嘛 ，How they dance in the 什么地方？来，先把它打出来看一下。哎，你英文很好吗？很好啊，很好。那你讲后面两个字是？讲出来吗？不要啦，讲。这我们规则要嘘。没关系，你讲。嘘啊，真的吗？可以讲吗？可以讲。确定要讲吗？嗯。你觉得要讲出来吗？可以把它讲出来，可以吗？可以讲出来，可以唱出来。真的吗？哦，啊，你还没告诉我。来，这样，来，中间这边暂定，剩下两个字，让我们看一下他的答案。How they dance in the？ 哎，四个字啊，几个字 ？How they dance？ 啊，对不对？还不是两个字。好，来，好像有，来用麦克风。他呀。Courtyard， 对不对 ？How they dance in the courtyard？ 是，是不是 ？Sweet summer shit！ 啊，sorry， 不是 shit 啊！我唱了这么多年，一直都觉得很奇怪，有这种口味的。Sweet， 哦，请看他的答案。How they dance in the courtyard, sweet summer sweat. Wow. 啊，饶舌。张哥，感觉怎么样？如果可以当特别来宾是最好了。我还在想，管他现在死活就对了，只要他来当特别来宾就好。你觉得呢？我觉得可以当特别来宾。奇怪。我算什么啊？好歹今天把这一题录完，你们要死要活，要当特别来宾，你们自己解决吧。你们在这边谈起生意来了。跨世代交流。跨世代交流，跨界啊，跨界。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答案确定。正确答案请揭晓。最少我还没有，我来一个是这个中国历史人物《狂想曲》。你不要因为有你的歌啊，《狂想曲》哦，你就想选这一题啊？对，中国历史人物有哪些有？霍元甲，霍元甲，包青天，霍元甲啊，包青天，霍元甲，霍元甲，曹操，曹操，曹操，还有谁？小李飞刀，王昭君，王昭君有。NG 被小李飞刀，小李飞刀是历史人物吗？武侠小说里的人物，关老爷了啊。关诺亚，丢丢丢，好，可以吗？可以，请看。真的，刚刚讲王昭君，大家还笑，就是王昭君第一首扬艳的作品，还有周杰伦的《霍元甲》跟林俊杰的《曹操》。霍元甲，好了，你要霍元甲，霍元甲，周杰伦2006年作品。我的拳脚撩个，却奈何独占第一个，江湖难测，谁去抢这？谁占你同武林的资格？就在你岁月撩不去，尽着的勇气，是敌国的回忆，我记得你，骄傲地活下去。Yeah.
来，金包银十个字。我老实啊，我跟你讲，嚯嚯嚯嚯，过错软弱，过错软弱，从来从来不属于我，不属于我，不属于我，请看。过错软弱，从不属，从来不属于我。哎。哎、你的意思是，哎呦哎呦，答对了，哎，答对，那就确定了。你那个哎，好像自己笑自己，哎哎，请揭晓。哇塞，怎么会这样？这种饶舌歌他做的挺顺其自然啊。哇哦，杀手欧阳盆栽顺利击败大侠霍元甲。接下来第五关 KTV 热门新歌也无法阻止老萧继续向前迈进。紧接着 Mr. Rock 要来挑战凤飞飞的《温暖的秋天》。只要我们两心不变，纵然在秋天里也有温暖，在秋风。什么蔡秋凤？吹落叶飘，唱歌会，走成会耶，唱歌会唱，超级比你，来，唱歌厉害。你刚前面有几个字？我是，反正绝对不是蔡秋凤。蔡秋凤，唱个人名而已。姓要换，在姓要换，在蔡秋凤这三个字，把姓换掉。哦，这是第一个字换掉的。小琪，任。哇，厉害！所以这个暗示比较厉害吧？对，所以是任贤齐吗？比那个 Lady 还任秋凤。哦，任秋凤。哇，谢谢，谢谢，不客气，谢谢老板。任秋风吹落叶飘。哎呦，然后噔噔噔噔噔噔噔，秋天这样。哎，好，超级比好，差不多了哈。我们先把刚刚萧敬腾的答案组织一下，让他瞧一瞧，请看。因为中间空很多，新号开始有五个对，五个嘛？什么披萨？啊，对对对，好像跟你讲的一样哦。好了，可以了。还哇哇，老鹰做脚心，哇！哇，欧阳盆栽好活泼。我觉得你们两个，我要不要给你们一颗篮球？这你们两个斗牛好了，对啊。好，任秋风吹落叶飘，然后呢？定格了，他定格了。真情，元神出窍。对啊，对，真情怎么样？在秋天，哎呦，我有多意思？来一个在。真情怎样在秋天？真情在秋天。很棒哎，我听不懂哎，你还给我斜眼睛看，人在。正在，我跟你讲，这两个字是一个动词，对不对？是一个动词。动词是动词。动词。这两个字是一个动词。我趴死都快打趴了。这算吧。这里，弄哥。看这边。好了。哇塞！真是一把。第一个字，第一个字，第一个字，什么什么？刺在。真情刺在秋天，这个东西叫刺在你的屁股。剑在。剑第一个字有两个字啊，有两个字。剑战什么剑战？建立。这样我会不会被人家骂？不会。然后我们都想骂你。没关系的，我们你不会被别人骂，你会被我骂。我们都会被讲掉。才想到。建立来。真情建立在秋天，难得传歌会一个，你还搞得里里啦啦，好是不是？刚好会，有问题吗？要问大家喽。这个时候你好歹自己拿个主意吧。没问题，答案确定。正确答案请揭晓。OK， 不可以再这样下去。我觉得我这样不好。这样
唱下去你甚至不好。对，我们也累了啦。而且你答快一点，我头皮好痒哦。反正你拿下来，人家以为造船在抓头啊，有什么关系？好了，接下来的会不会有你超 hit 好？超 hit 的动感歌曲《任你跳》。Oh yeah！ 哇塞！现实专送 A B C， 脱掉其实很难，对，难脱掉。第三首最简单，里面杜德伟的脱掉，黎明的呼吸不说谎，草蜢的现实专送 A B C， 只有呼吸不说谎。因为我们听，我刚刚有听他们真笑，给我们装笑。对啊，我听啊，我不会啊。噔噔噔噔，呼吸不说，呼吸不说谎怎么唱？呼吸不，谁说不吸？呼吸不说谎，谁说不吸不呼上？谁说不吸不说谎？你会哈？黎明两千年的作品，呼吸不说谎。请看一首情歌如何闪亮，请看两个影子擦出身上，你影响我的磁场，改变了所有思想。你扶起我的肩膀，眨眼的眼睛怎么办？怎么办？怎么能耐不说谎？你难忘，只有呼吸不说谎，就像爱情在闪亮。没关系，也不用虚，所有人呢都在拉拉拉。对，最后一句是头皮在发痒。没有啦，头皮会很痒。我看你的皮在痒。三选一，请看。唱起来都有点像，对不对？都有点像。有人会吗？我会。三千块奖是谁？谁？哎。你要，请问贵姓大名？拍最近流行的扑街照是不是？哇，好厉害哦！一人分饰好多角。黎明的歌，他叫拍扑街照，三千块哦，我有三千块哦。什么？你有三千块？你已经到了三万了啦！你怎么突然自己要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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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是哟是哟是哟。好了吗 ？C C 也变撩比。好，答案确定，正确答案请揭晓。哦耶！谢谢。你刚刚是不是假装摔跤，然后人家打 pass 给你？没有啊，我没有摔跤，我是假装来宾走上来。对，好幽默啦！要三千块。我刚问谁会，然后他举手说我。对啊，好幽默。对啊，对啊。人家都没有写你了，你还啰里啰嗦的，很好笑。目前。已经到了第七关了，台语，台语，台语歌，请看。哇，真的，哦，哎，你也挂了，啊，好吧，你也到。Only 有不能讲的秘密，黄文馨，男人 KTV， 萧煌奇，阿妈一位，阿妈，萧煌奇，2004年作品，阿妈。一岁的时阵，我阮伫阿妈上对我上好，家上好的无分拢留予我。伊嘛常常甲我讲，叫我去幼稚园去看读册，看人个分了了，看这详细。我音有对哦。伊常常甲我讲，叫我好好啊读册。伊没有听到你的，拢白，我听拢无。阿妈，你到底是咧讲啥？这边我会。弟弟亲了三回啊！大汉了，才知影阿妈的话，我会甲你永远永远放咧心肝底。想着一步一步的过。听听拢会好，真难忘。阿妈，你今仔在哪位？我欲叫你，你敢有听到？谢谢大家。你敢袂拍摄？我只会副歌，差了一点点。我还有一字提示还没用。答案，
补他1500了。很会计较。对啊，退1500了。请传哥去喝两杯。钱我补给你，请你马上离开。本来之前都有第八关的，今天第八关没有过，第七关的奖金折半，30000元送给萧敬腾同学。